你回来是不是？我你回来好了。嗨，好了。这个成就有到我到了公园，跟他差点跑回去军营了。阿妞，早晨，今日咧就阿婆妹啊，咩啊，韩国翻嚟啊嘛。今日大专越野教练车我，超级有爱啊！佢特登嚟度睇紧车我，其实唔系为咗车我咯，系因为佢唔识路咯，同埋佢要攞翻旧滑板车走咯。我睇穿咗你啦，唔系咯，系你讲，系啊，你唔识路啊！佢而家唔敢讲嘢。大家知唔知啊？我期待咗呢个大专越野好耐，因为咧呢场比赛咧简直系媲美呢个奥运同亚运。四年一次，我今年 year four 啦，我终于跑第一次啦。话说我都做咗三年队长啦。我话学校嘅 miss 系话，如果我一日都跑唔到嘅话，我就一日都要继续做落去。今年终于跑到，第四年啦，终于跑到啦。但系咧，我由首尔翻嚟之后，我系前日先跑翻步咯。我前日即系我唞咗足足唞咗四日，完全冇跑步，冇得过，净系食同瞓。跟住我是前日先慢跑翻30分钟，跟住琴日就再慢跑多咗一分，即系两分，咁就去准备呢个大专越野，搞唔掂，我只脚仲酸紧，个四头肌仲出紧酸，点算好啊？冇啦，仲有今年嘅比赛，仲有今年嘅大专越野路赛系全斜路咯，即系我女底好短啦，跑4.4K。但是接近有 2.4K 都是上緊車。哇，好大雨啊！好大雨啊！好大雨，超級大雨。本身仲話有機會取消，因為有雷暴同埋落雨就會取消。跟住今朝係冇雨嘅，但我翻到嚟之後就好大雨啦。依家準備行落下等機。早晨，早晨。跌紧身啊！我哋啱啱到咗，我哋今日系约7:30，其他 team 咧就跌紧身，同埋佢哋系成架旅游巴咁，成 team 一齐嚟。但我哋有一个同两个，依家7:29，未借喺刘俊玲条片应该见过，应该系啊，病病地，冇事啊，我都系啱啱先跑翻步，真系救命！今日嘅 number F0701，佢依家好闷啊，就系因为咧车我翻嚟，跟住做咗劲多度，又冇学生，跟住就唯有喺度坐等我。咁依家咧就上埋号码布，跟住就准备热身。我哋8:30开跑，跟住8:10就开始 roll call， 25分就上线。時間緊迫，依家7:09。今日嘅天氣係落緊雨，超級涼。本身以為落雨會搞唔成，但係依家又好似 OK。我有咁多。有咩拍住你一齊跑嘅對白 ？Billy 咯。你？Cherry 咯。Cherry Cho， 我中大嘅，三鐵咯，兩個都三鐵。咁勁咯！勁啊！係咩？我係你翻去馬拉松，就住先啦，係嘛？就住先，就住先。我試下有冇跑步啦。冇問題噶，冇問題噶，係嘛？好攰啊！今日係水節，我而家去 rock up， 唱翻首歌先啊，不如。Happy birthday！ 拜拜。至少有啲問題。點樣上？過年。喂，你哋應該上。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呢個不得了，可以 P 到。唔係，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呢個4年1屆嘅大專賽，美美奧運，大家都隆重歧視你，明唔明啊？佢哋全部都有咁講，你以為就係我講完啦？佢唔會cut嘅。喂，講嘢先啦，講兩句先啦，講兩句先，講兩句先，講兩句先，加油，講兩句先，加油。哇，咁細聲，講兩句，講兩句。第七線就係香港。
即係跑完馬拉松，搞錯，跑咁多，真係跑咁快，跑都跑唔快，好近。我唔係喎，比如睇後面好近咯，係。都跑得好遠㗎喎。近啊，咩唔近啊？近啊算。比如跑完十 K 啊都。十 K 同全馬真係好遠咧。搏命㗎，我冇十 K。個全馬搏命啊佢，你真係。上车黐线噶！我头先系头三百米、头四百米人带出嚟，跟住我跟住啊，跟住出到去上车，我就开始加速。因为如果到最后冲嘅话咧，我今日嘅身体状态应该真系搞唔掂。跟住我落车就快放落嚟咯，好线！我去到最后一个大急弯咧，有个保安处嘅车我隔篱啊，跟住我跑紧出边条路，跟住我系揿住架车嚟转弯咯，我都停唔到啊线度。救命！辛苦你啦，王昌龄，太贵终于完啦，有咩感想啊？完啦，唔使再跑啦。我真系好开心。休息啦，休息啦，点啊？我本身系谂住首尔之后咧就休息两个星期啦，咁但系我首尔之后咧，我冇跑步四日，跟住啱啱跑翻两日，慢跑两日，跟住就准备呢个比赛，跟住谂住跑翻只脚 active 翻，咁我本身话休息两星期啊嘛，咁我依家决定咗啦，我由今日开始计，即系咧。休多两个星期，四月唔知八号、十号嗰段时间啦。休俾休咁耐啊？嚟咯！我已经 plan 咗去旅行，去两个快闪 trip， 系啦，教练批准咗。叹你气咯！啱啱咧就秒速冲完个热水凉啦，男仔已经开跑咗啦，坐我隔篱嘅系阿聪，大家认唔认得佢啊？应该有印象。阿聪，佢未来陈 Sir， 未来栋梁，聪 Sir， 聪 Sir， 迟啲我都想跟聪 Sir 学嘢。在职嘅长跑人士，越野赛嘅团体咧系会计我哋十个人出咗啦，系会计六个人。六个。中大赢冠军女仔，喺我嘅带领之下，讲笑啦。講笑，我哋十個人咧就會計六個啦。咁中大女仔嗰六個都係頭二十翻曬嚟，非常之好，超叻佢哋，真係超勁。今日咁嘅天氣，佢哋都全部翻曬嚟咧，老懷安慰。四年一次喎，大佬，佢哋真係未跑過，我都未跑過啦，我已經係最老嗰個啦，成天入邊都係搞唔掂啊。四年一次係媲美呢個嘅奧運咯，奧運一次啊，真係。係啊，四年。我知呢啲叫咩啦？一生只得一次大專越野，咪讀多年 master 咯。要 full time 喎 ，full time 先有得出喎。依家就等啲男仔翻嚟，佢哋開咗大概九分鐘，有跑未翻到，好彩衝咗個涼先啫。仲要等頒獎禮，有排等。今日就喺呢個夏鼎基運動場度度過一日。冠軍係香港中文大學王卓黎，時間係18分54秒。你好快啊！辛苦曬我嘅隊友，我哋男女一齊攞 Over Champ， 四年一屆嘅大專，我哋男女一齊攞 Over Champ， 中大贏！辛苦曬我嘅隊友們，辛苦曬！仲有下面嘅男仔，磨皮啊磨皮！佢哋怕丑，咁記得就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拜拜。